巴基要经验有经验，要实力有经验，差不多。巴基果实觉醒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高度会非常高。就如果说从设定上，黑胡子是跟路飞相反的人物的话，那从果实能力而言，就像我之前一直说的，我感觉四分五裂果实才是路飞果实的一个真正相反和拥有同等剧情可能和能量的一个果实能力。路飞的果实能力，尼卡果实，我觉得最终觉醒，我已经说了，先是尼卡，然后乔伊波伊，然后真正最后是将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并用 One Piece。可能最后海贼王的结尾，路飞真的就是发动觉醒，把整个海贼王世界连成一片了。那巴基的能力，终极觉醒就是让海贼王世界在连成一片之后再次四分五裂，那是剧情意义上一个 BOSS 级别的果实能力。所以巴基的四分五裂果实能力，除了已经展现出在顶上大战对于鹰眼斩击的免疫之外，他的终极能力就是在海贼王之后结局之时达到统一和 One Piece 之时，再将整个世界四分五裂，让海贼王的剧情可以在未来继续发展，不可想象。